صباح الخير أصدقائي، أنا اليوم موجودة في مكان مميز جداً هو حديقة خويخش الثقافية. جيت هذا المكان لكي أتعرف على فن مميز جداً، هو فن النحت على الصخور. وفن النحت على الصخور يعد من الفنون الرائعة في الصين، فاليوم سأصطحبكم معي لنتعرف على هذا الفن العريق. يلا刘老师好，你好，丽丽，欢迎来到会合石文化园。谢谢谢谢。哎，等一下，就我来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石雕博物馆。在我们厦门呢，有80%-90%的城市重点公共雕塑都是出自于我们会合人之手。那像我们现在要去看到的呢，就是由我们会合的创始人李走生大师所进行雕刻的。作品啊，它也是我们的镇园之宝，是李大师在1974年那么给台湾佛光寺雕的左青龙右白虎的青龙。太厉害了吧，是吧？是一块大石头把它变成这样的。没错，是在一整块的青石上面用钢杖和铁锤纯手工雕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技艺是非常精湛的。老师，太可爱了吧。是的，你现在看到这个它是汉代时期的祭业俑。哎，以前呢就是特地给帝王演奏，就相当于现在的乐队。哎，没错，而且中招坐不紧啊，这个水平包括这个等级是都是比较高贵的。丽丽，现在我要带你来欣赏的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叫汉白玉二佛并作像。这一尊它的贵重之处是在于它是正反双面雕，后面还有，背面也有，你可以去看一看。而这种二佛的形式已经非常少见了，它是在一整块的汉白玉上所雕刻而成。那这个作品呢，就是在不足0.35平方米上镂空了90个大小不一的孔洞，还有42尊佛雕刻而成。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中国三大石雕流派之一惠安南派的作品展示馆。在这里呢，你就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南派非常细腻非常精致的雕工。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先天奇石区了。先天指的是自然天然石？是的。这是一块肉吗？哎，你看非常像肉，是不是？我以为还以为是肉呢。哎，是，所以呢，我们也通常叫它为肉石。但是这种石种啊，它其实叫做彩霞石。所以其实单单看品相啊，它与台湾故宫的那一块镇馆之宝是不相上下的。看完了肉食呢，丽丽，接下来我要来请你吃一桌满汉全席宴了。这石头吗？是的。不可能吧，这一桌石头它大多是来自于新疆、内蒙和阿拉善的石头，都是偏北方菜品一些。所以啊，我们说石头是三分像七分靠，想象越看越像的。真的像那个流口水了。流口水了。التأمل بهاي الصخور المنحوت المذهلة تجعلك تشعر وكأنك في عالم آخر مليء بالهدوء والسكينة، وأيضا تشعر بعظمة الصينيين القدماء وشغفهم لهذا الفن، فهم باستخدام أبسط الأدوات استطاعوا أن يحولوا هاي الصخور لقطع فنية لا تقدر بثمن.